什么？哦，因为我们在台上唱歌嘛，就昨天晚上就播出了，所以就我们觉得这首歌还有我们这可以在同一个台上合唱是，很温暖、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就很珍惜我们这一次的表演了。也好啊，因为可以跟他一起合作，他的音乐非常好，他唱歌非常好，所以就可以跟他一起合作，就觉得很舒服。有一场的演出啊，去就可以的，但是看要演什么了。如果是演情侣，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歌曲我也觉得可以。